鸡毛掸子，也不知道换个别的。 小时候，你最爱吹鹰笛了。如果真的是你的英灵，请答应我一声吧。你还记得从前那只赤鸮吗？是你抓来给我玩的。他们说你掉到江里去了，江里一定很冷吧？ 我只能每年都给你烧很多衣服，很多很多的衣服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都不会给我托梦，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我了？哦，是因为我的婚事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那么傻，我绝对不会像一个傀儡一样受人摆布。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自己，好好对自己的。就算是一辈子孤单，我也绝对不将就。那你就等着我来吧。好冷！好冷！有外人，不宜露面。你是谁啊？我是。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哎，郎君，你看到了吗？又来一个，看到什么？算了，来日方长。嗯，星星，郎君说今晚太阴星回往南偏移，为了看清楚，特意爬高。太阴星啊，当然偏了，不过偏的不是太多，不认真看不出来。你会关心？当然了，我们鲁国功夫是将门，行军打仗。 必须要通晓天文书数，夜则观星，昼则观日，若遇到阴晦之日时，也会偶尔用一下司南。哦，原来你就是三娘，新任的那么轻巧。圣主母今早到了娘子，抱歉。哎，等等，这朵花，我想作为补偿送给你，比你当时新娘子头上戴的那朵还要美。 鲜花离了枝头就会凋零，更何况这朵花新鲜艳丽，摘下来可惜了。哎，我刚刚表现怎么样？嗯，帅，比勾搭何千金那次还帅呢。<笑>以后关心，请离我的院子远一点。可是娘子，只有你这个院子里面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么快就关门啊？就这个时候最高，迟早落我手上。